南韩超人气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在全世界拥有许多粉丝。节目开播五年，凭借着成员们搞笑的举动与机智对答，吸引各地争相模仿。但是最近有一份疑似 Running Man 的剧本外泄，其中连某些细节的台词都设定好，让粉丝非常惊讶。还有的网友表示 Running Man 的游戏输赢也是经过设计的，爆料一出引起激烈的讨论。有人说，原来我以为都是真的，竟然都是设计的，浪费了我的感动。不过也有网友持反对意见，看得开心就好，细节就不要那么计较了吧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